宝玉的形状啊，已经啊快要成型了哈，大概啊再剩最后一刀啊，就可以把它切断掉了。那刀具在移动啊，其实是我们可以看到电脑面板上面啊 ，S Y D 啊，这三个坐标啊一直在移动，啊 D 没有动，深度是没有动的哈。就在电脑的这个控制面板上看到的数据，我们来看它实际的加工情况。漂亮，拍照就好。啊，成功，我们拍一张。